开始。还有77号刀梦君，是来自西双版纳众享赛车队的。这四位选手整体实力差不多，而且拼得比较猛的也应该是他们这组。2号野马龙瞬间就给杀出了小通道，而且呢是畅通无阻。林道丸子小林现在跟在第二位。死亡体感高勇，障碍与烫水，他们现在都被困住了。二号也小林现在找到了机会，上吧。好，二号现在和零号两位是挨得非常非常的近，跑这种比赛千万不能心急，不能焦躁，控制好，控制好。好，现在来看咱们的后面的两位选手，咱们的111号马尾，这是来自鹿圈和武定联合的一支俱乐部车队，摩勒重机俱乐部的选手，也是属于咱们武定的本土的一位车手。来，现场的观众朋友们，武定的老百姓们，现在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啊，我们看到了咱们武定本土的车手超越了这个排在第二位的零号车手，现在上升到了第二位。本土的车手车友们为他加油欢呼。德根忙点，忙黄点，我忙黄，忙点，忙忙了。比赛还剩下一圈，忙忙的了。可能咱们的111号会超越咱们的省队障碍赛冠军严卡龙。比赛不到最后一秒，不能决定胜负。而且咱们的111号马尾驾驶的还是一辆职业车，在减震器的调教方面都是比较硬的。好，他为了保存实力，稳定的能够晋级，他现在跑得比较小心了，因为他现在知道自己现在是安全的。77号高中军，好，前面被慢车打，最后的一个悬念关头，谁能零号和111谁能晋级，就看你们的欢呼声响不响。小林快快快，漂亮，最后的机会，不到最后终点不要放弃。快，111有好车了，小林快点，你千万不要愧对你领导王子的称号。他已经没有体能了，111就在你的前面，是否把他干掉？当然111号也不能松懈任何的机会。加油加油，